我坚持芦荟21天，这是我们的库拉索芦荟基地，大家看啊，这里面的基地都是有地种植的啊，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刚才切的芦荟叶片，这个芦荟的库拉索芦荟泥胶啊，就是可以直接生吃的啊，大家看啊，就是这么先把这边的切一刀啊，然后切掉两边的刺啊。 皮剥掉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然后呢，就可以直接生吃了。看，好，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草腥味啊，但是习惯之后啊，就不觉得草腥味了，因为芦荟有很多的神奇的作用啊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。我已经是坚持了24年的芦荟啊，不是要一天两天来表达的。